保二，就这一张，就这一张，从头到尾就赢这一张，这张超简单。他难度一的、哦、啊，我们难度的都没有过的，都没有刚刚可以过。那我们找难度一的，这个也是难度一。好了，走、啊。泥怪怎么说这样？难度一基本上都是轻轻松松。真的假的？石头滚头，已经有人倒地，已经浪费根针了，他倒两次。石头滚头，他有点快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倒两个人，怎么回事？我操！不是石头就很简单，你们怎么会死？我被石头哎哎、欸欸、救我！阿拉斯加牛虫，我怎么救你？太远了吧！啊，要靠你了，欸、慢慢来、欸，慢慢来、欸，剩一个，这场靠你了。哇，哎、欸，有人说多吃点道具啊，欸、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谁啦？谁又说多吃点道具？观众，观众，观众说的一定对。哎、欸，救我，救我！哎哎哎哎哎哎！金刀链，踢踢足球。OK OK OK， 哎，踢烂，哎啊，踢错边，踢错边，踢到，怎么球踢？踢烂，踢烂，踢烂，踢错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被掉空了，哎，那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我不能放水球啊？哎，白痴，我卡 bug 了，他是你空白键坏掉。没事的、啊，二十一杀，谢谢。这次有点那个哦，有料有料。我们就炸石头过去，炸石头踢到。靠腰，我卡 bug，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按水球哎、欸。靠腰。啊！这什么鬼子操作？哎、欸，阿拉斯加牛虫，你在干嘛？单挑还单挑？啊！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按水球啊！靠背哦。哎呦，干你！哎、欸，不是他怎么会？我操！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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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我操！我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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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绕上！哇，这个人，他水质超短的，你看一下啊！你要炸个懒趴哦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加油啊！哦哟，哇靠！啊！干你娘！啊，演员就是演员啦、啊。龟仙人，龟仙人，这张也很简单，这我之前也打过。真的，你这个要踢海星。这个是踢那个对不对？对对，踢海星。看起来弱耳啊。我这个很简单，相信我。哎，他不会过来啊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就是踢而已、啊。所以我说很简单，跟刚刚那个一样，踢完然后在中间放水球，然后再踢。在外面废就好了啊！好了，进去一下好了。都结束了，哎、欸，十一杀阿拉斯加牛虫超屌！哎、欸，直接打完吗？好没有，没有，他有三关呢、啊。哎、欸，靠腰！哎、欸，干！干嘛了？他要进去嘞，好猛哦、喔！英勇，英勇怪。倒了，好勇哦！倒了，真疼。他进去然后四杀，啊我二十七杀，这个人就是在演。不要给他吃，不要给他吃，踢烂。你没有发现好像有人又不见了？哈哈。哎哎，他过来。我操！哎，晕了晕了晕了，晕了晕了。哎哎，乌龟婆婆。啊啊！靠腰吃了人参冲太快，靠龟，看看你吃人参。哇！慢慢踢，慢慢踢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滚过来了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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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痴啊！他晕了，他快点，快点踢他，快踢他，踢他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老婆，高歌离席。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堵了自己的路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条路过去，对对。哦，是是是。哎、欸，他又滚过来了，干、欸、你啊！他等一下会晕，他等一下会晕。炸烂，炸烂！啊！
你娘！哇！啊！我们玩了那么久，没有一关过的。我发现我们每一张都玩过了。啊！我被踢出去了。啊！我们才刚出来不到三十秒，他说我太久没有按准备。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们玩对战模式，打野吧。欸嘿，蛋磊，蛋磊，我要绿队。那个阿拉斯加牛虫，你选红队。哦，笑死！错了错了错！我操作快准备啦！这是什么游戏？卖靠杯啊，真的！哎、欸，靠杯，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弄死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又不能放水球了。干你啊！那很好啊。哎、欸，试一试一试，他出事了，他出事了，有炮车，炮车，海超人，快点！我找你这几桶人。靠腰，我靠腰，我在。哎。啊靠杯、欸、你干嘛啦有点小尴尬但是好丢水球过去哎、欸、啊中了中了中了好、啊、那不用我们啦打什么字好这游戏好烦哦哎、欸、你猫的猫头鹰哎哎你中小你 是没有分，有人在搞，来准备准备准备，我认真了，好啦好啦，啊这边有幽灵的，啊，他有针哦，前面位置有针，哎、欸。我去面梦一次哎！不、啊、要不让他去！有人在凑了，有人在凑了，有人在凑了，有人在凑了。他开无敌，他开无敌了！哇、哦，好帅哦！刚刚那一招帅烂。哎、欸，亮嘟嘟嘟，请让一让。你看，认真就赢的嘛，野巴就是这么好玩。要不要玩水世界？好啦，水世界啦，水世界会有鲨鱼吗？对对对，鲨鱼。你要开到六点是不是？你干你娘！鲨鱼哎！哎，我、欸、我、欸欸欸、操！我那个会喷水，我怕那个会喷水。我要那个打破，它会喷水啊！啊怎么赢的？靠背哦。我们不要离这个东西太近。哎干！第二个受害者出现了吗？第三个、欸、有鲨鱼可以骑，嘿、欸、嘿！哎呦，鲨他没鲨鱼，哎、欸，靠背没鲨鱼啊？哎、欸、啊啊啊！抱歉，哎、欸、哎、啊欸，恭喜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不玩了啦，不玩了啦。